一部旷世奇书，谜团层出不穷，在纷繁复杂的青史中寻根溯源，透过《红楼梦》的字里行间，我们究竟会发现什么？大型系列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上期的节目中，刘心武先生为我们揭开了告密者贾元春神秘面纱的一角，但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这就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让地位比较低的贾府女眷们住东院，也就是上首，而让地位非常高的北静王府的女眷们住西院，也就是下首。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难道在位置上东比西贵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他竟然会搞不清楚？还是他为了达到另外什么目的，比如为了打破等级观念，故意就要这样写，以表明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叛逆性格？亦或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不合常理常情的怪事？而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秦可卿的死亡原因，以及破译告密者贾元春身上的谜团，又有着什么样的帮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家讲坛，共同关注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我们揭开秦可卿被告发之谜。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有这个小说里面贾母啊，他的生活原型呢，是曹寅的妻子。那么，这个生活原型的哥哥呢，叫李煦。李煦和曹寅都是康熙特别喜欢的两个官员，一个后来让他当江宁织造，一个后来让他当苏州织造，看起来这官位并不高啊。什么叫织造啊？就是管理那个机房，给宫里面啊织造那宫里面用的那个纺织品的这么一个机构。但实际上啊，这两个人啊跟康熙关系可不一般了。前面几天我讲到过，就是说他们呢还兼当康熙的密探。他们经常密奏江南那个地区啊民间的舆论，以及这个包括退休官员的这个表现。他们去派人盯梢，或者自己亲自去表示拜访，实际上就是摸一摸情况，然后就给康熙写奏折。那么他们两家还有一个很光荣，但是又绝对不能够把这光荣亮出来的一个任务，就是给康熙挑选江南美女，充实康熙的内宫。康熙很喜欢汉族妇女，喜欢小脚女人，这个不是我乱说。康熙朝的外国传教士，这些外国传教士有时候很放肆，就按说他们是不能够接触、不能够观看那个康熙的这些妃嫔的，但是有一个传教士，他回去写回忆录，他就说有一次呢，他当时不许到现场，但是他把那个园林的那个窗帘拉开了，他往外偷看。他看到了康熙和他的妃嫔一起这个嬉戏的情景，他就说，在康熙的妃嫔里面有两种装扮的女人，一种是满装的，满族是大脚，一种呢就是汉族妇女小脚。说康熙故意这个用这个青蛙，吓唬那个汉族的那个妇女，汉族妇女就吓得尖叫着跑，又脚又小，跑不动，康熙就哈哈大笑，这个从情爱上讲的话，是一种这个就略带狂的表现，是吧？是可以理解的。从现代这个性心理学来说的话呢，不算太出格，这个玩笑开的不是很大，这个不必对康熙因此就在这一点上呢，你这个激烈否定，就说他很喜欢一些美丽的汉族妇女。这位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确实让我们感到新鲜，但是他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就非常可靠？
清朝历史档案材料当中是否也有类似的记载？或者说，这些汉族美女里面是否有曹寅或李煦被康熙挑选出来的女子？刘心武先生能否为我们提供更为可靠的证据？而退一步说，假如有更为可信的证据能够证明曹寅或李煦确实曾经给康熙选送过汉族美女，是否又能说明这与贾元春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呢？现在可信是曹寅这方面的资料呢还没有能够查出来，但是李煦这个查得很清楚啊，李煦跟曹寅呢一根绳上两蚂蚱啊，所以他们两个之间进行类比啊，进行这个啊这个推论的话呢应该是说得通的啊。现在在故宫的档案馆里面你可以查到李煦有一个奏折，叫做这个啊王氏的母亲皇氏病故的一个奏折，就说明这个王氏有一个王氏，就是一个汉族妇女啊，她就是李煦挑选的一个江南美人送到康熙身边的，得到康熙宠爱的。而且这个王氏也很争气，她就给康熙生了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我在前几讲里面曾经讲到过啊，就是在藏殿夜景事件当中，康熙为一个什么儿子着急啊？十八阿哥啊，就是用现代的临床医学的观点来看，是得腮腺炎那孩子，康熙把他紧紧搂在怀里面，还记得吧？这就是王氏生的，这是一个满汉混血儿，啊，是一个康熙非常喜欢的一个王子。当然后来这个十八阿哥呢就死去了，啊，没有能够这个再长大成人。啊，所以这个康熙他身边他是有这个汉族女子的。那么这个王氏呢，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这个李煦来操办。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王氏家里面的母亲姓黄死掉了，这个事儿都是要由这个李煦写奏折来告诉康熙，因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不就是他岳母吗？岳母之一是吧？当然，皇帝可能不一定这么去认，是吧？明白吧？那关系很密切的。那么这个陈氏，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曹寅，啊，向康熙去推荐陈氏的这个过印的这个档案资料，但是我们的推测呢也并不离谱。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后来发现曹家和陈氏所生的一个康熙的王子来往甚密，这个人就是我在前几讲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允禧，记得吧？康熙的第二十一个王子，二十一阿哥叫允禧，啊，允许现在还留下了他亲自题下的一个匾，我在前面也跟你讲过，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匾挂在哪儿呢？恭王府里面。匾上写的哪四个字呢？天香庭院。你不觉得惊心动魄吗？在这些字眼上，难道一粒都是巧合吗？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怎么就巧来巧去全巧一块儿了呢？就说明这个啊，《红楼梦》的生活真实和它的艺术真实当中都有很多证据证明生活当中的曹家和这个乾隆二年死去的这个老太妃关系密切，因此在小说里面就写成了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啊，这个老太妃薨逝以后，她的后代对小说里面的这个啊贾家如此尊重。我说这你可能又一头雾水，她的后代，我记得我前一讲跟你讲过，哎，北静王的原型是谁呀？北静王的原型，他的名字来自于这个乾隆的一个儿子叫永荣。啊，前几讲可能过去比较久了，现在咱们回顾一下，是吧？小说里面说这个北静王叫什么名字啊？叫水荣，永远的永去掉一点儿，念什么呀？念水。
是吧？一个玉字边一个容易的容啊，去掉当玉字边那当中的一竖，变成三点水，练什么呀？练容，对不对？所以这个水溶这个名字显然就是从永隆那点过渡过来的，是不是啊？那么你会说了，那这不是永隆吗？永隆跟那个云玺有什么关系啊？永隆后来过继给了云玺，成为云玺的孙子，明白了吗？小说里面的北京王这个原型的形象气质主要就取自于这个云玺，名字呢取自于过继给他的这个孙子。啊，北京王是这两个人物的一个综合起来的艺术形象。啊，所以说这个小说里面写这个贾家和这个北京王两家，在老太妃薨逝以后，啊，歇息的院落，贾家住了上院，北京王的这个少妃太妃呢甘愿住下院。小说背后的生活真实你现在明白了吗？是吧？他们家之所以最后能够有一个云玺，是吧，有这样的荣华富贵，喝水不忘挖井人，当年谁给您推荐到皇宫里来的呀？你光是长得漂亮没人推荐，你不也就在那儿自己憔悴到底吗？是不是啊？显然就是曹寅和李煦一样轮流的给这个康熙送江南美女。那么曹家所推荐的这个陈氏也生了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后来二十一王子还长大了，后来就封了王，就是允许啊，在小说里面呢就演化为了一个北京王的形象。所以从这些分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这个啊能够大体同意我的推断啊，就是说《红楼梦》的第54回到第69回应该就是讲的乾隆二年的故事，是吧？因为这件事儿就发生在乾隆二年，在乾隆二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康熙的妃嫔或者是宫里面啊跟康熙有关系的有没有姓儿女子薨逝啊，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实际在生活当中是熹嫔，小说里面叫做这个老太妃薨逝啊。所以呢你看这个红楼梦啊，虽说啊石头记啊，石头自己说啊我这个连带无考啊，但是脂砚斋就说了啊大有考证啊，我就根据脂砚斋的指点我就考证一番。如此看来，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通过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朝代年纪地于邦国，却反诗若无考”，只不过是一种托词罢了。刘心武先生通过作品内外的蛛丝马迹探幽发微，最终揭示出《红楼梦》中的叙事程序，竟然会有这样具体的年代背景。那么，这对我们认识贾元春又有什么帮助呢？那么第70回到80回就是写的乾隆三年的事情，我也有证据啊，在生活真实当中，到乾隆三年的时候呢，曹家的情况呢就不是太好了，还撑得住啊，但是他们家亲戚就出事儿了，曹家的一些靠山呢就从这个坚硬的石头山化为冰山了啊。曹家当时有两大靠山啊，一个呢叫做傅赖啊，这傅赖是什么人呢啊？傅赖一生啊宦途啊，他的官运啊是起起伏伏啊，可以叫波澜壮阔。那这个姓傅的跟姓曹的有什么关系呢啊？就是因为曹家曹寅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傅赖，懂了吗？啊，因此呢这个傅赖应该是曹雪芹的什么呀啊，他的祖父的妹妹的丈夫啊，是一个祖姑丈，他祖父的妹妹应该是他的祖姑，对不对啊？
那么这么说起来的话，当然现代人们不太论这个哈。我看下面的小伙子在乐，是吧？现代人不太论这个，尤其现在好多都是独生子女，是吧？关系没那么复杂，是吧？三姑六爷不知道是谁了，是吧？但是在过去那个时代呢，那这是很近的亲戚啊，很近的亲戚，是不是啊？啊，这个傅赖的这个官运呢，简单来说啊，说起来很复杂，简单来说啊，就是在康熙朝的时候呢很不错，在雍正朝的时候一开始呢遭到打击啊，因为知道雍正他凡是他父亲喜欢的官员他都不喜欢。但是傅赖这个人呢，可能做官上也有一套权术，是吧？他就尽量让皇帝呢感觉到他呢还是无害的，所以到了雍正晚年呢，政局比较稳定以后呢，雍正又启用一些啊过去他冷淡过甚至打击过的官员，其中包括傅赖，他又把他又提升了。那么到了这个乾隆朝，乾隆元年的时候呢，傅赖得到重用，他就做到尚书一级了，啊，达到就是说他兵部尚书还兼刑部尚书，非常大的官，很得任用。但是就是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傅赖出事了，得罪乾隆了，乾隆就整治傅赖了，啊，不但呢就罢了他的官，还入狱了。入狱以后，可能他在监狱里面他就真的病了，病得不行了。皇帝又发慈悲，让他回家啊，用今天话说叫做保外就医，是吧？他就死在家里面了，是不是很悲惨啊？是吧？这个曹家的这么重要的亲戚啊，就出现了这个很不好的状态。那么还有一门亲戚呢，离曹雪芹就更近一点啊，就是曹雪芹呢，啊，他的祖父不是曹寅吗？曹寅的一个妹妹嫁了一个大官，是吧？就是嫁给了傅赖，是吧？曹寅的一个女儿嫁得更好，嫁给了谁呢？嫁给了平郡王，成了平郡王的妃，王妃。啊，成了平郡王的正室。啊，就是在啊，康熙朝啊，封王里面有一个平郡王，那是皇族当中一个王爷，是吧？那么，曹寅的一个女儿就嫁给了平郡王。那么这个女儿跟曹雪芹什么关系？就是她姑妈嘛。那么这个曹寅这个女儿也很争气，是吧？这个在封建社会，什么叫争气啊？就是你到人家嫁人家，你得生孩子，生男孩，是吧？哎，他就给生了世子，啊，什么叫世子？就是在清朝啊，皇帝生了儿子叫王子，是吧？那么王子再生孩子就叫世子，世代的世，就是说明这皇族的血统啊，往下在，啊，就传流。那么这个世子是谁？就是福鹏。福鹏又是谁呢？呀，福鹏又是乾隆的发小。乾隆当皇帝以前，当然不能叫乾隆，还没有这俩字儿呢，是吧？乾隆原来叫弘历。啊，弘历小的时候呢，自己学习读书，谁是陪读啊？福鹏。他为什么是陪读啊？因为他是这个王爷家的孩子嘛，是吧？世子陪这个皇帝的孩子，陪王子读书，这很正常嘛。两人关系非常好。乾隆那个时候就爱写诗，乾隆的诗集自己刻印，谁写序啊？福鹏写序。所以乾隆当了皇帝以后，这福鹏你估计会怎么样啊？啊，当然官运亨通，啊，福鹏当的就比那尚书还高，啊，还高，就等于是那个瑞廷那个总理事务的那个核心的那个政治集团里面的那个成员，非常得到重用。但是呢，再好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也会出现裂痕。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福鹏跟乾隆之间就失和了，福鹏就被人参了，乾隆就拉下脸呢，不论什么发小不发小了，就要有关机构去查他，查他的问题。福鹏就危了，啊，本来福鹏是曹雪芹的表哥，是吧？关系多铁啊，曹家有这么大的靠山，日子多好过呀。但是到乾隆三年时候呢，
情况就不妙了。那我说这些啊，你可能说，你说这些历史上事儿，你干嘛呀？书里面有没有反应啊？书里面有反应。啊，在第70回到第80回，曹寅写得很聪明，他就没有写曹家直接受了打击。那个时候确实曹家没有直接受了打击，虽然他们的阔亲戚啊，权贵亲戚出了一些问题，当时曹家还混得过去。但是呢，背景开始出现问题了，因此在这个啊《红楼梦》第75回啊，你就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啊。有人不注意读这些内容，觉得哎呀，这个你讲这《红楼梦》，你老是讲一些过场戏，是吧？什么叫过场戏？你呀是受那个过去的一个思维定式的影响，因为过去这个通心本啊影响太大了，《红楼梦》又多次被改编成，比如说这个戏曲呀、戏剧啊什么的呀，他把很多东西全给，排除掉了。他排除掉有他的道理，是吧？尤其戏曲大写意，他不可能像小说这样说得很细，对不对？只能选取最主要的、很粗线条的给你展现，所以就是一个宝黛悲剧。啊，所以有那个跟我讨论，就是他满脑子，他除了调包计呀、黛玉焚稿啊、宝玉哭灵呐，他没别的。是吧？我说这，他说这是《红楼梦》吗？我反过来问他：“您那是《红楼梦》吗？”是吧？哈、当然这个各有各的这个看法，他的看法我也很尊重，是吧？但是我就希望你呢也尊重我的看法，这都不是过场戏啊，这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些文字哦。是不是啊？他写的什么呢？写尤氏。那么他这个办完一些事儿以后，他就要到那个上房去，是吧？要到那个王夫人呢，那点儿去。尤氏去呢，这个时候他旁边的那个就有，他身边的那个仆人就，妇人就劝告他说：“你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啊？说才有曾家的几个人来，还有些东西，不知是什么机密事，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啊，曾家呀。”就出现一些人带东西来了，后来呢，就是说看敌报。这个尤氏他知道这个贾珍他们都看了敌报，就是当时这个官方所发布的一种给所有官员看的，类似现在一种内参那种东西，是吧？就是上面会有一些朝廷的重大的事件啊，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皇帝的指示啊，一些情况啊什么的，有这种东西叫敌报。说看敌报呢，曾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而且呢，底下仆人还跟尤氏反映说，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也是有的。你懂在干嘛吗？忌顿财物，就是说这个。小说里面写到一个隐隐绰绰存在一个江南曾家，是吧？那么被查抄了，被查抄以后呢，这些人呢就到贾家来了忌顿财物，知道吧？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而且带东西来，这是违法的，这是皇帝不允许的。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那实在是摘不开，是吧？所以就帮他们藏匿这些东西，就出现这样惊心动魄的情节。所以尤氏一看呢，既然这样，那就别到王夫人那点去了，是吧？就不要去了，就回避了。后来又写这个王夫人到贾母面前呢，因为这样的事儿你不能不跟贾母说呀，你得跟老祖宗汇报啊。所以王夫人呢也就跟贾母说啊，曾家出的事儿被抄家什么这些，贾母就不爱听，当然不爱听，心情很不好。后来贾母就意思大意就是说，咱们就别说这些，咱们该怎么乐咱们还怎么乐，咱们过咱们自己快乐日子啊。故事就继续往下流动。红楼梦中写到江南甄家的地方并不多，给人的感觉总是影影绰绰的，很不明朗。而到了第75回，曹雪芹却突然写甄家出事，而这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而出事，曹雪芹在书中并没有清楚的交代。那么这样安排，曹雪芹究竟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是纯艺术方面的考虑，
为了引人入胜，故布迷阵呢，还是在暗写一段不能明说的隐情？而这与贾元春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那么这个曹雪芹这样写，脂砚斋也有批语，脂砚斋这个批语好像正好批在咱们心上。比如拿我看到这儿吧，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这是曾家的事儿呢？真奇怪哈，是吧？隐隐绰绰写了一个曾家，最后怎么就是说写这曾家出事儿？这个脂砚斋批语是怎么说的？其极，此曰曾家事，什么意思啊？啊，就说你这个作者啊，你真是亏你想得出来啊！你把这样的事儿栽在曾家头上，你能告诉这是曾家的事儿？啊，就他们两个之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批语有时候也很调侃。曹雪芹什么用意啊？啊，他就要把这个真实生活当中贾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这个自己关系很密切的这些家族遭到皇帝打击的情况，是吧？能够含蓄的写在小说里面。他想来想去呢，在小说里面呢，你要说有什么人出事儿的话呢，是吧？只能够把那个曾家挑出来啊，把这个情节安在曾家头上。所以脂砚斋等于跟他讨论啊，说你这样一个写法合理不合理啊，是吧？其极，此曰曾家事，是吧？但曹雪芹他就是这么写的，现在我们读到的文本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因为在乾隆三年呢，曹家的这个很硬的地位很高的两家亲戚都出了问题，有一家呢就特别惨，那个富赖最后呢就入狱了，虽然最后允许回家养病，就死在家里面了啊，那等于就完蛋了啊。那么福鹏当然后来呢这个在政坛上还有起伏，但是在三年的时候，乾隆三年的时候呢是危了啊，不灵了。所以呢啊，实际上呢这个《红楼梦》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啊，整个是写的这个清朝是吧，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七十回都是乾隆时期的事，是吧？而且特别清楚啊，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它清楚到什么程度，一个叫做灿若烈眉啊，灿就是非常的清晰，甚至发亮，是吧？好像我这两个眉毛似的，是吧？非常清楚，浓眉，是吧？我不是说看不清楚，是能看得很清楚。另外叫做若合福气啊，古代那个就是皇帝把你将军派出去打仗，怎么下命令啊？临别时候呢，就拿一个这个福气啊，它是用金属或者用那个玉石什么做成，抛成两半啊，它有它的形状图案，而且上面还有字。我留一半，你拿一半。啊，到时候呢，我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命令，我就让那个我派的那个使节啊、使臣啊，就骑着一马跑到你那儿，啊，说皇帝传旨了，什么什么的样。你说那这有什么凭信啊？啪，拿出来一半，一对，啊，严丝合缝，就叫若合福气。所以实际上从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写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呢是很清楚的啊，整个故事的背景呢不是不可考，正如脂砚斋所说啊，大有考据。经过刘心武先生的精心梳理，我们已经知道《红楼梦》实际上从第十八回后半部到第八十回写的就是清朝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那么《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十七回写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它究竟写的是乾隆时候的事，还是雍正时候的事，亦或是康熙时候的事？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一会儿说是秋天，一会儿又说是冬天。曹雪芹的写作思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跳跃？这是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曹雪芹也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还是另有原因？那么刘心武先生能否为我们理清思路，最终为我们揭开
贾元春的神秘面纱呢？那么现在呢，问题就是说，第一回到第十七回究竟写的是康雍乾什么时候的事，这就比较含混了，这确实就比较含混了啊。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啊，当然这个第十三回十四回十五回应该说还是清楚的啊，这个包括第十六回啊，都是这个雍正啊暴亡，乾隆呢登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这个我下面还会给你详细来解释啊，这还比较清楚。但是呢，从第一回到第十二回它就是比较混乱的，在时间表述上大体上它有一个轨迹，但是呢前后呢，第一有矛盾，第二啊有含混不清的地方。你比如说我在上集讲里面反复给你讲到，就说那个封路茶事件是不是，封路茶事件呢是在第八回，第八回你记得吗？下雪了，下雪珠了，是不是啊？而且那个贾宝玉把那茶杯摔了以后，贾母那边问的是什么事儿，那么袭人还撒谎啊，说是啊、下雪了，我倒茶滑了一跤，是不是下雪了呀？应该是冬天吧，对不对啊？但是呢往下写他故事他又没有中断是吧，对吧，他人物事件还好像顺着一条河在往下继续航行，但是呢就互相矛盾啊。他写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十一回啊，王熙凤到这个宁国府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呢又是一派秋天景象，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野之溪，曲径皆天台之路，池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轩，又添琼雨，遥望东南，见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皆三间临水之轩，生黄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背天韵致。啊，你记不记得呀、啊？是吧？又是这个菊花盛开，啊，又有这个溪水在灿灿的流动，啊，又有这个有这个蝉声在叫，啊，是一个夏末秋初或者这个深秋景象，是吧？说什么他也不是那个已经下了雪珠子，有人被雪滑倒了，啊，之后的事情，所以他的季节时序上呢，他有说不通的地方。啊，你仔细想想，另外呢，在这个作者本身的交代上，很早就有这个《红楼梦》研究者指出来。啊，比如说林黛玉的父亲究竟什么时候死的？林黛玉啊，由这个贾琏带着去奔丧，究竟是什么时候？他前后说的不一样。啊，一会儿说是九月，啊，一会儿又说是年底，一会儿这昭儿回来呢，又让这个凤姐跟平儿呢说要给那个贾琏呢带一些大毛衣服过去，是吧？就好像很冷了。那么这个时间交代上它也是有矛盾的，而且在故事内容上呢也有一些明显的风格不统一，比如说这个贾瑞这段故事就显得有点突兀，是不是啊？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因为呢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啊，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因为这个曹雪芹呢他不太愿意写雍正曹曹家的惨况。啊，那个时候呢，一来他年纪也很小，啊，雍正这个抄检曹家呢是在雍正五年，曹福呢被逮经问罪，家号示众呢是在雍正六年。当然，这个红学界对于曹雪芹究竟生在哪一年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是生在这个康熙那个时候，康熙的晚期。有的就认为生在这个雍正的二年，那你不管你怎么算，那个时候他都年纪很小，他的记忆呢
不是很清晰，他主要要听大人来讲才能够知道当时的情况。就他个人生命体验呢不丰富，所以呢他没怎么写啊。他甚至把这个乾隆元年以后他们家得到一个啊更上台阶的新局面的一些好事情前移了啊，前挪到这个第一回到第十六回里面来写了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呢啊，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写《红楼梦》的时候呢，他打算把他原来的一部稿子糅合进去。原来曹雪芹完成过一部什么小说稿啊？《风月宝鉴》。曹雪芹在更小的时候啊，可能那时候还是练手练笔的时候，写过一本小说，估计没有这么大篇幅，叫做《风月宝鉴》。就他把他当年那个《风月宝鉴》的一些东西啊，他揉到这个前十几回里面了。其中保留的最完整的应该就是这个贾瑞的故事啊，这样的话呢就搞乱了。尤其贾瑞那点啊，贾瑞究竟病了多久，贾瑞这个从这个话照着镜子是吧，来回来去生病，吃多少药也没用，到死亡究竟多久，这里面叙述啊，这叙述语言就紊乱了。为什么呀？它是一个旧作揉进来，你现在读你会有这感觉啊。所以这个第一回到第十六七回的啊，这个时间上，尤其是第一回到第十二回，在叙述的时间上呢，啊，有大致的线索轨迹，但是又比较模糊，而且有前后矛盾之处，啊，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红楼梦》是一部没有最后定稿的书，它大体完成了，又很悲惨地丢掉了八十回以后的那些篇章。啊，这八十回书呢又遭到了别人的改动，那么这八十回书有些地方也不很完整，有些毛刺啊没有把它踢进，有些该调试地方没有调整好。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一部残缺的著作已经让我迷醉的不行了，阅读它分析它是极大的快乐。那么在这一讲最后啊，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啊，这个像我前面所讲的，在小说里面，秦可卿之死是由于贾元春向皇帝告密，那么在生活的真实当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贾元春的生活原型究竟是谁呢？咱们下一讲再见。贾元春是《红楼梦》中一个神秘的人物，也是关系到贾家沉浮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身上的谜团很多，那么贾元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进到宫里面去的？最终又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到了皇帝的身边并得到宠幸？他为什么能对秦可卿的底细了如指掌？生活当中真的有这个人的原型，亦或仅仅是曹雪芹的艺术塑造呢？著名作家刘心武潜心红学研究十余年，从《红楼梦》的文本出发，同时对清史资料进行小心求证，为我们揭开贾元春的神秘面纱。智商是什么？您的智商又是多少？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事实上，智商与每个人的成功息息相关。了解、认识和提高智商，我们就会如同多了一把通往成功大门的金钥匙。重庆大学教授曾国平引导我们走进智商，共同摘取神奇的智商之花。